一个是就是算是爆米花之友吧，巨石强森，他今年很忙，他你忘他年初不是才野蛮游戏吗？然后四月他有一部片，然后七月有一部片，七月的那部片叫《摩天大楼》，我还蛮期待那部片，因为里面有昆凌。哦，就是那一部啊！哇哦哇哦！巨石强森真的都不累耶。对啊。也蛮有戏，也蛮有戏，也蛮蛮唱的。动作片大王哎，嗯。而且他亡命关头也要拍那个外传，就是他跟杰森·斯坦森两个。哦，真的。对啊。大家好听！哇！最好是跳得到。Impossible！ 不可能。摩天大楼。还没有撞到玻璃，撞到中间的钢架，啊，他的假腿，好入戏哦，我们好进去，对啊，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入戏啊？我没有想到我都会对动作片这么入戏，真的哈，对，可能是巨石强森吧，可能是，对啊，我觉得他有一种亲切感，他很温暖呢，他是62，不要低头，你马上帮你 Google， 等一下哦。我猜他是，我猜他是牡羊座，我猜啦。牡羊座不可能，牡羊座比较怪啊。真的吗？答案感觉不是怪人呢。5月2号，嗯，金牛座啊。金牛座就是金牛，跟摩羯很像啊。哦，固执。啊，难怪我刚刚那么合拍。好像是你跟他啦。